早上接近11点，李姓男子还有郭姓男子边走边争执，一路走向社区大厅柜台，要找总干事评评理。郭男伸手挡在对方面前，抢着说，引发李姓男子不满，从后方重重一拳打在对方的后脑袋上。附近住户还有保全听到声响，赶紧跑来了解状况。事发地点在三峡植树新社区，而这争吵的两名男子呢，并不是社区住户，而是同时来社区施作工程的厂商，疑似就是为了争抢这工作区域范围，双方不止动口，还打了起来。原来两人都是社区找来的承包商，同时进场，施工区域又重叠，双方为了施工顺序以及工作区域争吵了起来。李姓男子过程中出拳打伤郭男，被新北地院依照伤害罪判拘役50天，得一颗罚金。我们向社区求证，现任总干事表示，事发后物业公司曾更换，不晓得当时的状况。社区不管是私人住家或是公共空间施工，都必须要符合社区内部规范。电影公领域的部分，又不能去干扰到私领域。施工之前，我们会有一些规范，比如说你的进场的机具种类大小。如果你要超过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就可以要求他终止合约。如果是公共领域，厂商必须要与管委会签约，包括施工时间、范围、进出厂时间。一旦违反合约内容，社区管委会都有权提前终止合作。三立新闻邵子昂新闻。